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tephanie 鄭蓉，咁喺呢一度就介紹我雙主打歌嘅其中一首歌《識》先啦。咁《識》呢一首歌嘅製作團隊班底就係由 Unleash 去負責嘅。咁《識》呢一首歌嘅音樂，我自己好中意嘅，因為是有 groove 的，即是有得跟住一個節奏去聽啊，去唱的一首慢歌咯。咁我通常慢歌都冇一個即 groove 咁樣可以即跟住去投入咁樣去唱咁樣啦。咁呢一首歌我係覺得自己都真係覺得好好聽嘅。咁啊，想同大家分享嘅一個 message 咧，即喺呢一首歌裡面，就係喺戀愛或者喺生活上面都真係有好多嘢會令大家好識啊，好唔開心，或者啲經歷都係好傷痛咯。但係可能有啲人選擇就會將一啲唔開心嘅嘢繼續放大，繼續沉淪喺裡面。其實我自己就係嘅睇法就，如果唔開心嘅嘢，通常最好嘅方法就係選擇去面對佢啦，因為係面對咗佢之後。太陽和開心的心情才會可以回來咯。那識這首歌其實我覺得都好都好是很多香港人的寫照來的，因為不開心的時候就 keep 住很多人都會繼續不開心，所以我覺得未必一定是這樣的。那是的，希望大家喜歡識這首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tephanie 鄭蓉，你哋而家睇緊嘅係 HK Online TV。